张元金发片恶毒泪爆，邓紫棋人肉快递超暖的。因为这个张元金怎么哭哭了啦？原来他暌违四年再度发片，这回抛弃短发，带着长发造型来见客，女人味十足呢。现在的人可能看到我就不会再直接叫金妹，有人开始说金姐、金妹这样子，小金金。就说你也不敢再变回以前那个中性的样子。我觉得是吧。小金金好友兼老板的蓝佑时带着女儿来为他加油打气，让他感动到哭哭。现场还视讯连线另一个好友邓紫棋。你不介意我边走边跟你讲吗？邓紫棋超级义气，特地从香港飞来台为张元金庆33岁生日。哭了啦！怎么会这样跑来啦？我太感动了，真的，我们没有想到哎。娱乐动新闻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还有新奥报道。